很大的计划，我们要来帮 Parking 做一台专属他的推车 ，DIY 的宠物推车。终于可以好好的逛街了，不然我手真的断掉。好，我们找到推车了，很舒服哎。我要看哪一个最符合 Parking 的 size。我们决定买那个最便宜的啊，可以买这个喽。我们现在看到前面有一个超级三八的东西。哎，而且买一送一。我知道这种插 USB 随时走到哪趴到哪。他很乖，他在做黑色的时候也这样做好，也不会这样动来动去。看，他很乖耶，对不对？买一个这个大的篮子，需要装下他的一个大容量。Parking， 你今天开心吗？我很开心哦。自己配，自己配。好，就这样。嗨，今天是大概一大早十点左右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在这边准备开始做 Parking 的飞车。我们昨天已经去大采购完一番，这里满满的废物，不是废物，我们设计的一些小巧思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制作吧，不要帮到忙好不好？你以为你在吃意大利面是不是？他说我在帮你把幸福的，有没有在另类的拔河吗？等下，我帮你开的公主可爱法式。哎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配合 Pumpkin， 很好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热闹的地方，我们需要把 Pumpkin 放进去，因为 Pumpkin 会被很多人注视。是啊，放进去才就会被人家注视吗？中山的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请问是什么意思？我好热闹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好在边跟范范边，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的最新一款宠物大型推车。我这我跟你讲，这个推车真是不得了，一般宠物推车是大概10公斤，我们这可以耐重100。首先这个遮阳的部分，这个来自欧洲的丝绸，手工编织的贵气。我们的雪白的 Pumpkin
影，就是白富美不能够晒黑，绝对要有这个遮阳的部分，怕冷，好不好？胖姐准备了一个电风扇。Oh my god， 这个是三段式变速的电风扇。再来这边还有很多的钱币贴在这边，有没有？那胖姐赚赚什么？赚这么多？他缺钱，好吧？缺钱，所以大家要摸他。请先付款的部分，这很抢眼，这个后照镜是什么回事呢？这个呢，就是一般的宠物推车只能往前冲，但大家爸爸妈妈都忘记了，其实后面是最危险的部分，对，所以我们一定需要一个后照镜。我真的提倡每一台宠物推车都要有后照镜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先驱。好，再来就是这个。这个过马路的时候，有人多怕危险，我们就会这样。欢迎来了，在招魂吗？侧面看一下，我看看最可爱的、最适合 pumpkin 的 pumpkin 的这个字。接下来下一个是什么？后面的这个自污染的部分。Oh my god， 这边还有茶水系统，一瓶一瓶喷水的。pumpkin 会热啦，那我们就这样，准备这样喷一下，加消消暑。这个妈妈置物包，放 pumpkin 的零食，然后还有 pumpkin 要喝水了，来，你看立马就来喝水水。重头戏，重头戏。Oh my god。Oh my god！ 王美最爱的大肌肌啊，肌肉的部分，胖女的身材真好。所以跟你讲，这台车它是电池功能的。Oh my god！ 这个灯会亮哎、欸。有没有在夜晚里面，我们就是最闪耀的那颗星？所以晚上我们是不怕被撞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市售哪一台宠物推车会有灯呢？没有一台宠物推车可以发光的，好不好？美，看 Pumpkin 在这个灯旁边，真的是美若天仙。Pumpkin 你怎么那么可爱呀、啊、，Pumpkin？哎呦，他直接穿出来耶！天哪，可可夜总会耶！再来是他的标志性的旗帜，每一台车就是要一个旗帜。Pumpkin 就是梦幻的这种系列，是不是真的超猛的？好了，那我们继续大家去散步吧。缩在巷子里面，完全 don't worry 哦。现在我们已经晚上了，现在已经晚上了，晚上一定要明亮，你知道吗？来，这有没有超沙套？全台湾没有一个狗可以做这么厉害。好美，看看我们家男狗。完美的部分好不好？自带滤镜哦。你看这么可爱，还坐着。你为什么来拜拜？拍完灯之后，羞耻露大脸，好美。回审的时候还有音乐哦，还有声音哦，真的超厉害！好了，上次我们今天南瓜